谁能成为制作人钦点的女偶像？黄伟女林啊。他整个投入在那个歌之外，我觉得你可以翻唱金包银。我真的是个唱歌的高手，最会唱歌的星星。谢谢老师的说法还不够具体，我倒是觉得上帝在他身上开了。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神班。